好的，欢迎回来。这个 Nice 打 Ragnarok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地图来到了寒冰与金属。右上角蓝色的虫族是来自 Alpha X 的 Ragnarok。左下角红色的神族是 Alpha X 的 Nice。这个是队内赛，大哥之争。大家还记得 Nice 那天说了什么？对，他就对上了 Ace。要是打 BSG 战队，对方派 Dream， 他就要上去把 Dream 给打死。Nice 还是最强。为什么要出大龙？其实刚优格出大龙很合理啊。我觉得主要最后那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优格没有操作好，他操作的其实有点太急躁了。他是慢慢的来。就是先把大龙拖出来嘛，但是慢慢来，把大龙拖出来，基本上那个局面优格是胜算蛮大的，因为 Nice 家里的经济其实是有被摧毁的，但就是优格正面其实没有控得很好，所以才被 Nice 一波给捅穿了。看 Nice 这把是没有选择一个挡控的开局，太过分了，看刚刚挡控就是来欺负优格的，很搞切换钮。有，这边开矿以后放接控制核心，不是，那只把是没正常，太过分，每个人都在欺负虫族，这些神族每个都很过分，上来都不侦查，都不怕虫族蛇敌他们。好，瑞格纳哥选择的是一个单女王三开啊，先。把三阶地开出来，然后再去做其他事情，跟一般的两后虫的开局是比较不一样的。哦，奈子第一次选的是追猎者哦，奈子选择追猎者，他该不会要放 BF 用义工大法了吧？哎，没有，误会，目光一会。VC 目光一会，所以是一个，因为我对 Nice 了解啊，他的 VC 比较像是 3BG 的 VC， 他不像现在主流是 VCVR 的士兵的公路教室，但也不好说，对，毕竟 Nice 生性狡诈，他什么都会哦，他现在就是台湾 Classic， 他的战术面是台湾 Classic， 他的操作是台湾 Hero。他长相是台湾叉叉叉，哦，有可能是引刀开，有可能是一个引刀开，来看一下，有可能是一个引刀开啊。到现在，对，Nice 的 BCVR 比较偏向是一个引刀开的打法。以他说法就是他打那种就是出异化虫防守公路教室的人就会比较好打，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虫子都是以大量异化虫来做这个工作教室的防守，所以他引刀开应该是投白球的情况下是可以赚到一些异化虫的，让一开始虫族的这个卵比较吃紧。然后他可能也是直接牺牲一只王虫进来，要看到引刀塔，也看到了在加速的 VR， 那这样子 Ragnarok 就不会过度反应做太多的异化虫了，第一时间站在繁殖场就放下去。Nice 呢是一个三兵营的投影刀，所以他可能是这个传四只公主教室，或是两只，然后再开始刷影刀一个打法。然后就刚刚在消费 Nice， 我真的太过分了。战术面是 Classic。操作面是 Hero， 外号类似小人盾，长相方面，我真的是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说出这种？我看 Nice 的引刀都是很慢的，你知道吗？他不敢 timing 的、啊，从家里走出去，这边家里的防空炮也都下了，这边有人要找到对方的灵镜，我找到了。啊，他要赛了啦，
为什么我说又要呢？这边看昂克的视角啊，我就有看到哎、欸，刚好扑了一下虫胎，哇！在攻击工虫。有看到，有看到。哎、欸，哎呦，还要指了一把刀，这两个都是卡住。枪杠开了，那第一次也没有安哥看在眼里。啃蟑螂，哎、欸，可以啊，啃掉旅客吧。这邻近还在骗。哎、欸，旅客了三把回家，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 Nice 有指令 ，Rex 没有？因为 Nice 才有这么长的 title 啊 ，Rex 没有这么长的 title 啊 ，Rex 只有被东拉库5-0这种 title 而已。你们想要看吗？你们想要看，我也不想要看啊。还在临近侦查有没有？然后这边6个影刀，我有7把刀，又要来靠赛啊。哎、欸，可是你这次没 recall 喽，兄弟。哎、欸，他要是有闪现影刀，这绕的就很漂亮了。哦不，砍掉了。这就是 nice 吗？没关系 ，RNK 的司机已经开了。后面已经停东停了一阵子，闪现追猎，闪现也提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这次不朽者。我闪现快要好的时候，就会推出来做第一波的进攻了。毕竟 RNK 的这个罗生塔已经放下去了、哦，奈斯压力是要持续的给的。来了来了，这一波进攻 RNK 有没有会不会没想到？这边其实 RNK 如果只要被隔到一波兵，也要再变结尾兽了。这波先把司机一打掉，哎呦，这波压力给的很足。奈子其实也不用着急，就一直刷兵，对，把这个压力放在虫族家门口、哦，家里工兵补齐。这边只要不要让虫族第一波刷出大量的飞龙，这个神让虫族继续爆这个地面部队，神族往后面打都是神族想要看的局面。两个白球过来，我现在好奇一件事情。他 recall， 他 recall， 他 recall CD 已经好了。嗯，这边临近，还在走位哦。然后飞2块像凤凰，那是侦察虫族到底在干什么？虫族按了5条飞龙，那奈子在。家里开始点电池，所以要开始防守。这边凤凰竟然看到毒爆虫巢跟螺旋塔，这边还在清 Reunaga 的虫胎。哦，飞龙呢？飞龙在这。嗯，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哇！你们看这精美的战损，4倍，太神了！6条飞龙切加 ，Nice 这边没有电池，只有光炮，他不管了，正面直接 A 了，有没有立场？隔一波，哇！飞龙切加 ，Oh my god！ 这个 moment， 有 Nice 正面临近还在，这边有立场，闪现跳给那个飞龙。两边在双线抗压，这边这个白球很残，再隔一波，我感觉奈斯的输出好像不太够哦。再刷了一波追猎者，而且这边一攻还没有完成，我觉得奈斯这波感觉凶多吉少，飞龙想要回来截这个灵镜，来了，截灵镜，一场隔，哎呦，这波隔的还不错。临近接不朽者，接的还可以，还没立场啊、哦！后面毒爆来了、啊，看来虫族还是比较英霸的。这边我已经知道麦少说什么，凭什么我把你三基地打掉了？
对不对？凭什么我把你四矿也 A 了一次？凭什么你还能有这么多兵？对吧？凭什么？反正我学的挺像的，凭什么嘛？大概就这种感觉，各位，凭什么嘛？这边再来一波闪现追猎，吃这个九尾兽 ，nice， 这边感觉要吃了还可以哦，但这边牛让溜了一批狗，让 nice 开出四基地，但是这边还是只有三矿的经济在爆兵哦，那你这边还是要不停的蹭，再冲在外，哎，这边中火了哦，到底追猎手还在蹭还在蹭，那种感觉啊，不如出绿光起来好一点。哦不，我看到很恐怖的东西。正在变，这边很恐怖，这边各位很恐怖啊！哦不，不见啦！凭什么？凭什么创作可以这么阴棒 ？Oh my god！ 火在砸，火在砸，来了一只巨象，那巨。这巨象应该是没有射程的，妈！我们看一下升级，对它巨象没有射程，这巨象绝对是来乱的。这巨象我知道，这巨象是来坦伤害的。你们看，虫子为了点这个巨象哦，对，就要往前输出。怎么样？我扔不下去啊！这边门口很大落差，又滚一波 ！Oh my god！ 不想滚，太少了。太少了，他不屑滚啊，各位。Oh my god！ Nice， 打错了芝芝哦，比分来到了1-0。看那个赛后访问，不行啦。不行啊，他输比赛，他的心情是很不愉快的。妈，不能去戳人家，这就像，对不对？你今天上班非常不愉快，对不对？然后你回家，还有一个人硬在那边戳你，说：“哎，你今天上班这么不愉快，爽不爽啊？一直被老板骂，爽吗？你懂吗？你今天，对，你会想要有人这样对待你吗？当然不会啊！我们要为奈子着想。”我们只能在比赛中消费他，比赛结束我们就忘了他吧，好吧，各位。这边我们等一下，看 Nice 第二张图选什么地图啊？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其实那几波进攻，因为鲁纳尔是把兵已经爆好了 ，Nice 其实。他那些引刀虽然是有扛的东西，但是他也投资了很多资源在这个引刀的上面。虽然引刀没有送，但是阿安克已经把弓兵补齐了，然后这个兵也爆好了，所以砍掉一个矿，他再把矿开回来就好了。我觉得最主要是这样啊。然后奈斯打太急了一点，我觉得他这个打法感觉还是要在家里防守，在家里防守感觉是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可以给压力，但是他不能 all in 在这一波上面，你们懂吗？好，没关系啊，地图来到了死亡光环，左上角蓝色的虫族是 Ragnarok， 目前1-0，暂时领先。右下角红色的神族是 Nice。Nice 的光兵已经出去了，出发，还是挡矿 ，Baby 的 Nice 又来了，挡矿达人 ，Nice， 就是这么 Baby， 就是这么 Baby， 上来就是挡矿。看来这边光球会比较强，我也这样讲，就如果那只巨象是猎光球的话。还有一点点机会，一点点机会。毕竟他那个巨象连射程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来干嘛。
那也是确认一下对方有开三基地之后，就又回来主矿，开西了，开西了。对啊，他投资了引刀啊，虽然引刀死了一把，但我觉得那个投资还是有点伤的，就是因为奈斯这样子，他后续的科技也会比较缓慢。那个，我们看一下他这把，其实以奈斯的实力，他在面对神龙大部分的开局，他其实都是非常的熟悉的。要打赢那个这种实力充足，真的是蛮难的。你要做一些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才有可能击败他。我们后面打不过的，可以啦，你要相信我。他就是他都下 VB 了，他就是在家里要出巨象，结果他跑去 A 人家。对，你们说这样对吗？不对嘛！都下 VB 了，就是走出去你就可以回来了，你们知道吗？真的、啊，走出去就回来了。主要是 Nice 这个打法，他的地面攻防会有点慢呢、啊。哎呦！好像可以做了八条异化虫哎。嗯，哎呀，死一个王虫，嘣！哦，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四个人，看到三块公兵，哎，我觉得这边王哥会爆狗啊！啊，他 all in 了，他 all in 了。all in 了吗？你的工兵呢？啊 ，NK 不是应该要把工兵给带着吗 ？Oh my god， 两只僵尸往外走了。Oh my god！Oh my god！ 那 Nice 这边是一公开，他这里会有一只哨兵，哨兵要出来了。哦哇哦！现在 NK 想是哈？你怎么有哨兵？那他就互相伤害，两只僵尸进到虫族家，哦，哦，杀一个哨兵，结果还在伤害，还在伤害虫族，我们看死工兵了，死工兵四只，四只正面扛住，两只哨兵加一只追猎者的输出，结果奈斯只有这个兵营可以刷兵哦，这兵营掉了代表他没有在刷兵了，哎呀，哦还好 UI 还在。但这样子的话，主动权现在就在 RNK 这里了。他还不知道奈斯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局。再咬一下，哨兵上去打他的王虫的时候，正面来咬他的 BY 激光射击，哇，这个兵怎么刷了他这么慢？刷得太慢了吧？等一下，他什么都没看到，他什么都没看到。但大概知道是以地面为主，地面部队为主的打法了。这可能连 VC 都没有。现在虫族想的应该是 VR 的打法 ，VR 一波的打法，因为太多哨位了。哇，那也是补很多兵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其实还好。现在要假装开个矿，但其实家里是个八兵营。但现在有个问题 ，Nice 等一下怎么出门？因为他，你们看他是没有 VR 的，他没有，还没有临近可以在前面刷兵。看他把这珠宝炸了，把这珠宝炸了吧，然后去前线点个珠宝吧 ，Nice。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干这种事情。快点啊！该不会啊啊？咦、欸，我们看一下奈斯视角，他难道是在等对方一波干过来？在补电池的奈斯感觉对方要干一波大的，那就奈斯啦。
刚才咬，哎呦，刚这么多九尾兽，很好，要一波我是吧？我发兵在家里刷兵啊，你怎么可能把我打死嘛？对不对？把我打死！我发兵在家守，哦哦，这波隔得很好，是四五只九尾兽啊，哇，五十，好，门口这边一号场没溜到东西，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打回来哦。这波吃其实吃的还不错，在地上隔。对吧，不要让一号人走。好，可以出门了，可以出门了。这波可以出门了。这波虫族送多了，有带着一只工兵，带着一只工兵，各位，我们要前线刷兵了。有人那个要把一号虫往城族家往上要绕，再加速他的兵营。怎么样？我们看奈斯会不会点珠宝、哦？卡住，这里卡住，啊，没卡住，不管了，不管了，这边要干了。哎呦，哎呦，这波一攻的神族部队还是蛮强的，把张皇宗打掉，把张皇宗打掉也可以。六号虫是把三号也咬爆了，这边还有很多立场，在隔没有隔到东西，哎，把神机打了吗？再隔啊！是没立场了，是没立场了。Nice， 盖下了珠宝，想刷兵。结束了，朋友们，结束了。It's over。可惜啊，我觉得这一把有一点机会的，有一点机会。我觉得主要是三矿那波进攻好像。浪费了太多立场在那个斜坡了，导致了一号虫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足够多的立场去阻止虫族部队走下来了。可惜啊，可惜啊。那这样子决赛就是，看一下啊、喔，有安可以打 Creator， 然后哎、欸，这是谁？一个应该是 Hurricane 打大国泰坦的胜者。好，那我让我们这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精彩比赛马上回来。